朋友们，今天来个咱们家乡最简单的啊早餐，而且营养特别丰富。这个是炒米啊，比较偏硬的，然后再放上点咱们家乡这个奶豆腐，掰成小块啊，多给它放几块。奶豆腐也是特别有营养价值，牛奶发酵制作的。点奶豆腐，最主要的，说实话，草原上天气凉啊，多放点这个肉。小羊肉啊，再放上一碗热腾腾的小奶茶，就这么一泡啊，哎，拌着拌着就能吃了。看看，奶豆腐、羊肉、炒米、奶茶，这是绝配了啊！嗯。